Hello，腾讯视频还有腾讯娱乐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这次在春晚上表现非常精彩啊，然后这次排练当中有哪些难忘的事情？排练当中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在一个跟一个就是父母爱情这样之后的一个出场嘛，所以其实排练的时候更多的是跟他走一样的一个感情，所以可能今年的就是表演，它其实是跟这个故事有连贯性的一个感情在，对。之前紧张吗？然后演出当中最担心哪个地方？上台之前其实没有很紧张，比较担心的话可能就是记歌词，就怕记错歌词这样吧。然后回顾整个2019啊，您觉得是这个非常收获满满的一年吗？算是比较充实的一年，对。那2020对自己有哪些期许？2020就不想立 flag 了，就经常立也是实现不了，越立越实现不了。春节会怎么过？春节的话就，春节还没想好。您用一句话形容接到春节通知的反应，接到春晚通知的时候，当然是非常开心跟兴奋。也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春晚造型。春晚的造型就是红红火火、恍恍惚惚，再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你站在春晚舞台上的状态。当然就是一种开心的状态，就是跟大家一起过年的那种开心跟兴奋。对，再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你的2019。我的2019是一个难忘的一年。然后你觉得今年春晚最大的惊喜是什么？今年春晚最大的惊喜，我觉得是就是整个他那个现场的舞台上会多了一些比较高科技的一样的感觉。接下来是一些这个填空题。爸爸妈妈是春晚舞台上我最期待的节目，原因是有我们参演，因为对，原因就是因为有我们参演，所以很期待。好，下一题是参加春晚我什么紧张？参加春晚我有点紧张。好，下一道题。真想推荐自己的节目给谁看？真想推荐自己的节目给家人们看。如果大家在看春晚的过程中截图到你的错位图，你想说什么？如果大家在看春晚的过程中截图到了我的错位图，我想说，这真有意思。